稳门啊。想看看别的视频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我想看看别的，好像没有这么难吧？我记得，我记得13分钟内没这么难啊。明白了。我全明白了。找个感觉。找个感觉，兄弟们。走，跳过去，你就是王者蓝莲汉。走，上楼。距离通关还有最后一分钟，兄弟们，别急啊，别急，先看看，先看看，看一分钟来。跳卡片，跳卡片，然后跳沙发。跳劳斯莱斯。跳金库，跳啊啊！哦 no！ 真的假？换一个，这个视频感觉学不会。看这个。我操！操他妈的，直接来！操他妈的，直接来！这句很重要。来吧！哎哎呦我操！吼！等一会儿啊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我缓一下，我缓一下，我缓一下。我缓一下，我缓一下，我有点紧张。哎，完了，缓不好了。
我们俩这兄弟们啊，尿。看一遍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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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看一遍。不用助跑，不用助跑，不用助跑。再看一遍这个，来，再看一遍这个。人呢？兄弟们，试试啊！考验我们跳金条的时候来了。只要我们跳过这个，八九不离十了。我觉得这个金条跟那个钞票其实差不了多少。差不多，就这位置，就这位置，走！再看一遍。往左上飞，往左上飞 ，OK。操他妈的，直接来！
哎，关系，这王总的两个弱鸡，我还有两分钟直接过王总，别急。完了，这他妈调不上局面。有点乱啊，250个弱鸡啊，前跳后走，前跳后走，前跳后走，这他妈完了，这上不去了，是不是没走这边？In the story, Jack and the Beanstalk. What will it be at the end? Really a giant?歌不行，换一首，换一首。没事儿，哈哈哈。
没事儿啊，哈哈哈，嗨嗨嗨，没事儿。床，他哪的床？啊，这床能蹦哪去呀？这床蹦的又他妈从这车开始啊！我臭啊！哎，啊！兄弟们，有坏蛋，坏了！坏了，兄弟们，有坏人，群众里有坏人！啊，吓死我了！这歌不行，赶紧换一个，受不了。有没有燃一点的音乐？看看，来点电台频道，网络红歌，伤感老情歌，抖音最火 DJ， 情歌 DJ， 串烧舞曲，超嗨舞曲，超嗨，来个超嗨。没想到吧，我又回来了。
这他妈什么歌儿唱？再看一遍，从哪跳的？再看一遍，从哪跳的？操他妈的，直接来！从白肉直接跳。从 L 点直接跳，兄弟们，别的不说，我直接自信把这些东西全部关闭，因为我知道这一次我直接过了，所以我根本不用看视频了，明白了吗？没别的，直接一首自信，来个音乐，蓝脸汉就这一把了。直接来，回会了，别急。我建议我们直接跳到停机棚，你们觉得呢？我的建议是我们跳到停机棚，然后走过去。我们直接跳直升机，哎，哎，我们走过去。不，直接来了。怎么上去？弹幕急了，哼，急了，急了啊，急了，我不急。我不急，我不急，我不急，你们急吧啊，你们急，我不急，我不急，我慢慢来，我不急，我不急。人海中无声漂浮，谁情愿随波逐流？你们急啊！中心中你的那个是我，放手一搏吧，别顾虑太多，这就是男人该有的性格。还他妈有这么高啊！请问我那个地方是确定是对的是吧？
走过去要难，哎呀，一步一步来吧，跳不是跳不过去了，就这么定了，是对的是吧？哦，是对的就行啊，别走错了。我说这个歌我先给它关了啊，重新来一下啊，重新来，大不了只是从头走一遍，没事啊，只要不回家，什么事儿都没有啊，慢慢来，慢慢走啊，慢慢走啊。有的兄弟说这梯子直接爬，那就没有爬杆的这个选项。你以为他是猴吗？不让爬。我擦，别怕，直接走，没这么好怕的，不就是高一点吗？上上走，这是个斜坡，我再看一眼，看看斜坡是怎么过的。助跑吗？助跑助跑呢？应该不用助跑，我觉得。那不用助跑吧？那没助跑，这不是掉下去了吗？走！别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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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两步，两步，来来喊。很简单，嘿，走，哈，哎，简简单单。
要的是洒脱，再多的困难挫折一笑而过。最后一步啊、哦、最后一步我看一眼，我再看一眼，我看一眼。极限十分钟好像。要懂直播就掉，那你控温啊？走，多少？你不用跟他学，他为了极限。那这个跳我更没把握呀，我还不如直接跳呢。那就跳吧。谢谢各位。我们是冠军。164吗？164名是吗？截个图。截图已保存。谢谢剑奇的钻石粉丝，谢 K 北的肥鸡儿。164分钟啊啊！我以为是164名呢。那个兄弟们，有一个歌叫什么？就那个 We Are the Champion。跳一下要皇冠啊啊啊！早说呀！那叫什么歌来着？奖品。皇后乐队 ，OK， 好不好？配上这一首歌，不对呀、啊。不对呀、啊，那我自己唱。We are the champion， 谢谢人间有我好猴仔的钻石粉丝啊，不是钻粉飞机，谢谢王子阿灿的钻石粉丝，谢谢九九剑奇的钻石粉丝，谢谢咸鱼王的大火箭给一个啵啵，谢谢奇木南雄的山鸭，感谢跳跳天堂，感谢曲言终不见，谢谢唐小坏，感谢清安墨雨的钻石粉丝，谢谢世上所有热闹的钻粉飞机，感谢北极小蓝，谢谢心意相通，感谢岁月不饶人的钻石粉丝，谢谢 We are the champion， We are the champion。来了，王总，在你送出250个弱鸡以后，我用了2分钟通关了第一关啊！哎，第一关，谢黑猴头子的钻粉飞机，感谢 Holy UST 的迎春飞机，谢谢无伤者总有伤情以伤的饭卡。说这个游戏还有第二关，那么尝试一下这个游戏的
第二关。走，起飞！这些飞天波比的水晶飞机，一共六关。OK。这风铃水声的钻石粉丝给飞天波比，感谢谢 Holy Usity。 谢朱大强的钻粉摩天轮来了，大强。这第一关难，后边其实没那么难啊。嗯，要不看个视频？不用。哇，天堂 ！Yes。Ask and it will be given to you. Seek and you will find. Knock and it will be. 天堂是属于我们。我们是冠军。截个图来，兄弟们，大家别说，天堂属于我。谢谢捕鱼波比的钻石钻粉飞机，谢谢上天堂。不太难，说实话，当我已经这个很熟练了以后，这个游戏感觉一般吧，也还好。你看我才玩了几个小时，才五个小时，这沈阳射魔蓝莲汉的春风果剑给个啵啵。当我熟悉路线了以后，我觉得前面那些全部都可以一遍过，真的。I need to go back, or whatever.随随便便，简简单单，直接一遍过。你看，这种跳跃我就已经随随便便、简简单单了。给我整个苹果有什么用呢？根本就不怕，我这是一点压力没有。啊，这啥呀？这是？哦，这不是要走上去吗？啊，简简单单啦，洒洒水啦，右边有东西帮我们挡着，这不随随便便了吗？慢慢来啊，别急，谁急谁掉。来瞅一下，看着没，我们已经上天堂了，瞅着没，远离城市的喧嚣，龙骨快才是真的快，你就慢慢走吧，那么快干啥呀，慢慢走，这一个出溜下去了，这不全完了吗，一个出溜下去了，直接就，我操，这么长，没事，慢慢走来。谁急谁掉啊，谁急谁掉啊，哎哎哎哎哎
这些是雷子微微的钻石粉丝，这些随机谁掉啊，随机谁掉，那随机底下他妈有个蹦床什么意思呢？放了不管了，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我们现在已经上来了，底下的这些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明白了吧？来走，啊，原来这也能踩上啊，早说呀，那怕什么呢？我不知道能踩，跳上眼珠子，再跳这儿，再跳那儿，然后再跳那儿。我操！轰轰坠落点，切！可笑！他大哥能在这里坠落吗？这咋上啊？要那个剑，掉十字儿啊！这怎么可能掉下去呢？这根本就不可能掉啊，兄弟们！这能掉下去吗？这不开玩笑呢吗？这谁能掉啊？不会真的有人能在这里掉下去吧？十字的话，你抓一下不就完事儿了吗？怎么抓？我想想啊，不好抓呀，这怎么抓呀？即使我就抓着了，我又能干什么呢？啊，我抓着然后再往上走，明白了，我全明白了。等会儿啊，我想一想这个地方怎么跳啊，在这儿好像不跳不了，在这儿跳的。好，直接走啊，兄弟们，三二一，操他妈，直接来！你看，上，上就完了。上上，这个游戏就是往上上，明白没？这个游戏它的名字就叫做往上走。很简单的。没路了，跳到树上，跳苹果上，苹果上以后往哪跳啊？
没路了。苏是蹦床。哦，那往哪蹦啊？那如果你说这个苏是蹦床的话，我觉得啊，那大概率是往那个手上弹。那我们直接走。然后呢？要一滴啦，哇哦，飞船，我操，起飞，蹲，五指山，Education breeds confidence. Confidence breeds hope. Hope breeds peace. 你给我送过来了，哇，可以呀！教室看看。Well done， 东他给我 up。But over the years in school, I only gained scoliosis. Well done， 东他给我 up。Education breeds confidence. Confidence breeds hope. Hope breeds peace.做得好，别放弃。我想吃饭了，怎么办？哎，他为啥不让我上了呀？好，我想吃饭了，不想跳了，我累了，我这也一直也不掉啊，关键。没啥意思。Knowledge will help you to know the world better, but also to know. 我都已经上火星了，现在。再坚持一会儿，坚持啥呀？他门也掉不下去呀，这。感觉马上通关了。吃饭吧。有没有存档啊？我觉得第二关、第三关不是，我觉得也好过啊。说实话，能过啊，不难。
我只能说不难，兄弟们。吃饭这么的啊，我把它放到那个我把它放到那个我们过关那个位置，好吧？就是我们那个第一关终点，我把它放到第一关终点。没有存档，但可以直接飞到第二关，是吗？我给他来个第一关终点，然后我们就吃饭。走到那儿已经可以了，已经很强了。猜，我说实话，我觉得那里其实并不是很难，真的。一般吧，没有前面这一半难的，真的。前面这属于是又臭又长，你明白吗？没有，这前面一半难的，真的。